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舍喜爱他美丽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诗篇112篇第一节。及时关注今日报最新影片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并且打开小铃铛通知提醒。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鼓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mes。今天我们背经不求人要背的经文是诗篇112篇第一节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舍喜爱他美丽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舍喜爱他美丽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诗篇112篇第一节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喜荣。今天的背经不求人，我们要背的经文是箴言21章第5节。